你爸反对我们在一起，他叫我跟你分手，都不怪我了。离职和分手就是你的宿命。你昨天明明答应我说你一定不会冲动的，结果呢？为什么背着我自作主张，想这种烂招骗你爸？现在是上班时间，你没有权利阻止我跟我的员工说话。你有把他当员工看吗？还是你有手？你可以不要这样吗？我说错什么？ 每周日晚间9:30，TVBS 欢乐台《必胜练习生》。